但里面除了有正常的海选毛巾以外，还有白色公共毛巾。公共毛巾，一起用啊，大家一起用、啊。不是一起用，你想得美，一起用真的是。公共毛巾数最多的那一位，则表示刚刚的大秀分数最低。其实就只用看白毛巾就好了，我干嘛这样数呢？干嘛这样数呢？这是我们节目的传统啊。